各位老师大家好，那事实上我去王老师的课上观课已经是第二次，就是说昨天算是第二次。那第一次其实还是茫然不懂，还不是很了解那次到底是怎么去运作的。那到后来呢，陆陆续续有一些 NEX 的影片PO 上网之后，我看了之后，我才会比较了解整个架构大概是什么样子的。那昨天已经进入到 P3 的程度了，这一班的学生刚开始程度如何我是不知道，可是昨天的情况是让我蛮惊讶的。为什么蛮惊讶？因为我也是属于偏乡地区的一个老师。那虽然我们学校不是名义上不是偏乡，可是事实上我们学生外流的程度已经高达40%-50%了，所以留下来的学生事实上就是所谓的偏乡的程度了。所以昨天的观课为什么会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就我自己在班级上进行分组合作学习，或者是做这样子的运作的时候，我说我事实上进行班长大概也到了第三年了。那真正有开始有深入的提问是从参加郑元林老师的研习之后开始。那郑元林老师是这个我不用多介绍，我们还是回到昨天的观课。那昨天的观课让我看到说，因为我自己在课堂上提问，我很清楚的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我一定是进行课本文内的文本的提问之后，我才会有一些比较后设的一些问题。可是昨天很惊讶，就是说四个基础题，这四个基础题前面两题是属于课本内的提问，只是到了后面两题，我只记得后面两题第三题是说本课最重要的关键句是哪一句，第四题是说请为这几段下一个标题。可是老师昨天就是直接这四题前面两题都不问了，直接问第四题。那我就觉得很惊讶，就是说这一班的学生还没有接触过这一课的文本哦，可是他们基础题居然可以一次就问第一题就问这个问题。然后呢，学生很快的在一个前面的暖身之后，基础题马上各组马上找出这个各段的标题，下一个标题，然后只能用四个字，所以有学生就开始讲说呼应主题，那老师就开始引导了，呼应主题怎么呼？第一段怎么会是呼应主题？一定是后面才有办法呼应前面嘛。然后接下来这一段有学生。有小组说呼应主题的时候，可是有小组就写点出主题，那分辨出来就是到底是点出主题叫。然后接下来第二段是说明点点点，第三段是举例点点，就总而言就是让他们四个字针对各段去下标题。然后接下来下完标题，老师讲解说明完之后，接下来是两个字下标题。然后第三个是一个字去下标题。那我自己认为，在我们教学的过程当中，就是偏向地区的学生，你没有经过一个课本内的音讲，基本上是很难直接跳到这个第四题。所以我的感觉是说，经过了一年多的训练，这一班的学生的程度很好。那是彼此互相音价打起来的。我简单来说，就是昨天那篇文章叫做《三种成长》，王品君的文章，其实不太难了。三种成长，这原本第一题我设计的是第一题基础题，我设计的是这三种成长的比较。那是第二段，你跟人辩论找到他怎样证据。第二题我问的是，光阴的流逝跟品学增长之间的怎样关系的比较，那是第三段里面可以找到证据。第三题我设计的是，那整篇文章最重要的一句关键句是什么？那是在出现第一段，就叫做不喜不怎样，要不断的怎样成长，不断的自我成长。第四题才是为这四段下标题。那我昨天一二三都没有问，我这是第四题。男同学，请为这四段下标题。就这样，然后下标题规定四个字。
结果第一个他们讲说故意，有人唯独讲故意普及，因为他说第一个就告诉我人有三种成长，然后不能停止。他为什么说故意普及？因为这篇文章的名称叫三种成长，他呼应那个主题，所以他就带着他们读书的，他们有读懂的。OK， 好啦，讲出四个字之后，我就跟他用机车讲说，现在不要四个字了，现在每一段都只要两字。所以就是典型说明举例总结，我说不要两个字，现在这个字不到三十秒就是起承转合。然后另外一种叫点说力结，就这样。所以这是我们昨天看到的画面，明天有礼拜一是一挑战明天我的哈，三节课完成就这样。其实我有跟各位讲。好 ，Max 的新智慧图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非常专注听哦。I see， I see 的重点有四个，请仔细听。一，课堂内完成；二，基础题引导的；三，是针对文本结构设计的题目，要让学生对文本结构进行解构跟统整。OK， 第四个画在海报上。你说，哎，为什么要画在海报上？待会你了解图，我希望学生画在海报上，不是画在怎样？不是画在那个电脑，也不是画在电子白板，就是画在海报上。好，所以一。课堂没完成，二基础题，三针对文章的结构进行统整跟结构，海报完成，它就比较偏向于我们对一篇文章赏析当中哪一个部分 ？C。OK， 好 ，I feel 跟 I think 的重点是这样子的：一课后完成，二个人自学完成。三文艺的深究跟潜力的延伸，四画在 A 四的单张上，偏向赏析当中哪个部分？赏，来直接看图做说明。好，来看哦，中间这个部分，下一页。好，回家醒了什么？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怎样 ？I see， 中文的部分，啊，各位同学，我的感想和心得。现在只是使用很多让人浅显易懂的话语，但是这些话语在说都有它深深的意义，有大量使用语言法。这支万银币代表星星跟月亮，童言童语让人觉得有种可爱的感觉。这些醒着的主角让安全下一刻有种热闹景象，这些都在干嘛？I feel 跟什么 ？I think。OK， 所以有一个部分，再看下一张，为学一首是指词，中间为学一首是指词，中间 I see， 真实感应不好，再擦过。I feel.
I see. Oh, I feel. OK， 好，他把 I see 画下来，然后回家写下自己的什么 I feel 跟 I think， 隔天交过来这一张，对不对？我看完之后，我会给他加一个加七。各位，他们这一组原本那张海报上面写多少？九十，加七的意思就是这一刻你的心智会读，你得到的平常分数就是97分，所以你的97分来自于小组共学90分叠加的。那至于你可以再得到多少分，就看你自己可以再努力多少 idea I think。OK，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是这样子设计，当然也有可能是扣10，因为它 I see 乱画一通。OK。那我为什么要用海报不用 A4 画 I see 呢？因为我要让它可以轻易的影印，不然呢，如果大家同学画 A4 又那么小，画不会不清楚，对不对？因为报告大家看见嘛，对不对？那你如果用那个什么，用那个 A4 然后影印就回家可以回家了，我又不要让他影印，让他自己手写一遍 I see。OK， 因为他回家手写 I see 的时候，注意哦。基本上心智绘图要求是同一层概念，同一个颜色。同一层，绿色你看是第一层，红色第二层，有没有看到？而且同一层的线条要同一个粗细。OK， 可是这是自学。换句话说，共学的话不会要求吗？我告诉你，你共学的时候要求会有技术性问题。第一个，同一个颜色笔没那么多支，如果只有一支，就只有一个人画，其他谁都会看，对不对？所以在共学的时候，我根本不要求粗细颜色，他们就是大家一起把这样画出来。所以你回家成果学的时候，你就可以按照这个原则去做，回家自己整怎样同一层，所以他脑袋里就是看这些是同一层概念，其实同一层颜色。OK， 我是这样子要求的。好，它就是工具，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画出了什么没关系，是过程。那个学生画过程，就是他在理解文章的过程，那个更重要。他需要好的问题来怎样引导，好的问题来引导。好的，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提问。提问是学生和文章之间的桥梁。各位，你知道我们人之所以
像在座各位我们都一样，我们之所以会阅读，你想象一个画面，那是因为我们跟文字产生了自问自答。你想象一个画面，我们看文字，不断产生疑问，不断得到解答，不断产生疑问，不断得到解答。我们阅读的过程是不断在自问自答，透过文字不断自问自答，自问自答，自问自答。学生之所以不会去理解文章，不会看，学生之所以看不懂文章，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让自己跟文字产生怎样自问自答，他不知道他问什么，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因为根本不会问，怎么有答案？所以好的提问由老师提供给学生，是协助学生透过提问回过去找讯息，了解文章要说什么。所以提问的产生，第一个就是你想让学生知道文章的什么讯息，就是你提问的基本来源，不是吗？你想让学生知道什么讯息，就是你设计提问的基本来源呢。 OK， 好了，我把问题设计出来丢到小组去讨论，对不对？就变成同侪彼此间搭音架，探索答案，最后目的让学生学会自问自答，他脑袋里面看到文字的时候产生问号得到解答，产生问号得到解答，那就是学会怎样阅读。各位，提问必须让学生与文本产生关系。我很想开个玩笑，这是经过版权授权，所以我那个叶老师不会骂我。请问你，在台湾产发明 BGS 教学法的台大教授是下列哪一个 ？A. 叶甲成 ，B. 叶秉成 ，C. 叶秉成 ，D. 叶定成。请问答案是？叶秉成。请问下，如果你问了这个题目，学生需要跟文章产生什么阅读关系才答出来吗？不用啊。那这样的题目就是没有意义的题目呢、啊？以此类推，你回过头想一想你设计的问题。如果你回过头你想想你设计问题，根本学生不需要跟文章产生关系就可以知道的答案，那干嘛问呢？所以我们看到脸书上贴了一个高雄市某一个国中的国文考试题目，叫做是罗大佑是当时非常流行的瓜歌手，那瓜要点什么？也可以点什么？流行歌手，还可以点什么？校园歌手、音乐人歌手、人气歌手、当红歌手、男歌手，不行吗？那所以这个题目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呀、啊？是吗？你懂我意思吗？填充题啊，填到底什么意义呢？是不是？你还不如把罗大佑的怎样？那什么？歌词把它列出来，下面好，根据他的，根据这首歌歌词，你来判断一下罗大佑大概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歌手。那他阅读过，他理解思考才读，这样才有意义啊。所以看到是摇滚歌手、朋克歌手、rap 歌手、民谣歌手，这样还比较有意义啊。那如果你填空是个当时非常流行的 rap 歌手，那是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让他跟文本产生关系？所以要从老师想让学生知道的，老师让学生必须知道的，学生必须知道的一定要先产出，学生必须知道的要先产出，然后当学生学会问题，学会了之后才会产出怎样他想要知道的。让学生先知道他必须知道的，然后学生才有办法产出他想要知道的。各位，这是我们在国中现场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这个部分一定要有，因为这个部分用白话文讲叫做一定会考的。对的，你的题目得包含这个，你的题目里面如果有一定会考的，也是学生必须知道的，第一，你就对得起学生的怎样
人家鼓励说，你就会让学生的那种舆论压力怎样减低，他会比较，老师在隔壁班都有教，为什么你都没有教？第二，家长压力也会怎样减低？老师，人家隔壁班都讲什么，你都没有讲。特别是如果贵校的考试还没有办法配合你的教学的时候，这个更一定要输的，更一定要提问的。因为如果学校的考试是另外一回事，那你的教学是另外一回事，结果你的学生到了段考一败涂地的时候，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对不对？像我们学校当然不一样啊，我们学校的段考跟我们的教学是几乎是一致的，待会我会看我们学校段考题，30题选择题，40题填，40个填空，8题手写。30题选择，40个填空，还有8题手写。8题手写包括基础篇一游当中啊，苏东坡认为的险是怎么样的险，请从基础篇一游当中找出证据并加以说明。8题类似的题目，请以一个老师的角度设计一个图表或图形，为国三考生做4大题型。OK， 就是我们这一次段考题目。好，那因为配合我们的教学啊，我们教学就是这样啊，所以配合我们的考试是这样的、啊，是不是？要不然我们的教学像这样，把选择题第一题，请问国大又是当时流行什么歌手？不会填啊，对不对？那考试跟教学搭配在一起，那家长跟学生会质疑考试还是质疑？你觉得现在的氛围，现在生态？当考试是这样考，你教学是这样教，老学生会质疑你的教学还是质疑考试？家长会质疑考试还是质疑你的教学？会质疑你的教学，他不会质疑考试，考试就这样啊，他讲话就这样啊，制度就这样啊，是不是？所以是这样子 ，OK， 好。提问是教师专业表现，从哪里来？从分析文章到题目设计到现场感受，我刚才说过了，我的那个学生卡住的时候，我的那3个问题是瞬间产生的。为什么？两个就是什么？现场如何？那瞬间产出的，那是现场的感应，还是你的专业跟你的怎样经验？经验要不断使用，不断练习，专业要不断怎样自我成长。对，提问是有目的有层次的，我个人认为没有所谓最好的问题，只有目前最适合的问题。什么意思？郑元宇老师的提问在我们教学现场经常使用，会经常参考，但我一定会经过一个步骤，就是我看到题目，我会经过一个步骤，什么步骤？消化，消化，我的学生目前需要。这样的题目我要去改变到什么程度？因为如果我学生程度高，我的题目就再简化一些，我说叙述会简化一些；如果我的题目程度比较低，我的文字叙述会多一些，写出更多怎样评价去写它，不然他没有办法理解。所以题目一定消化过，不会原封不动，就算原封不动都是消化过的原封不动。那你有意思吗？我已经消化过了，我觉得这就是需要，拿过来用。那我消化过了，而不是连消化都没消化，看到还复制贴上来，你就来提问。会这样做的老师代表你根本没有备课。如果你没有备课，当学生上课针对你的提问丢出不一样的讯息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回应，因为你对文本根本怎样不熟，你不知道学生丢在问题你该怎么回应，那是全哦。还是不会觉得糗是习惯的。来，我们题目有3种：暖身、基础跟怎样挑战。跟 First 跟 Visa 比较，大概是这样。我的暖身挑战跟基础各自有它的功用，好，待会讲。但是暖身基础大概是在这个两个层次，然后呢，挑战题大概是在这两个层次。我要特别体现这个红色的部分是老师建议我要打上去的，因为他发现我的题目会移动，所以呢，我就告诉各位。
懂什么意思呢？听我说，基本上在 P1 放在挑战题的题目，属于广泛理解，属于比较深一点的呀。这个比较评论有可能在基础级，在 P2 P3 的基础就会出现。各位刚刚那个吴老师讲，你有没有感受到？为每段下标题，这种题目在 P1 应该放在哪里？最后的挑战题啊，对不对？但我昨天在什么时候就问了基础题啊？为什么预选到了哪里？第三，他是不一定的呀 ，level up。但我学的程度不一样，我的不同层次题目就可以移动啊，对不对？所以在 P2 的时候，在 P3 的时候，那个基础题就可以把以前 P1 的挑战题怎样放进来啊。不是吗？所以通常说 P3 问的第一题就是，请问这四段下标题，而这个过去在 P1 一开始出题的时候，可能在基础题丢吗？不可能，就算基础题丢，也不会丢在第一题啊，对不对？那可能是经过前面引导之后，在基础题最后一题下这一题，也或者是把它放在挑战题的那第一题的，对不对？所以它是可以移动的，是不是这样？好，我们看暖身题，暖身题我通常是针对这样的。作者资料、国学常识、文章的主题预测。来，如果这篇文章的作者很重要，比如说继承的业友，我认为苏东坡很棒，所以我课前三天我就会丢苏东坡的个人介绍。如果这个国学很重要，比如说我教到老残游记，教到大明湖，老残游记很重要，那课前三天我就会丢一个怎样老残游记的介绍。如果作者也不太重要，那国学也不太重要，比如说这一课我们要教老师你会不会回来王振中，那作者也不怎么样，那那个课国学也不怎么样，没什么好教的，我就要根据题目来设计。请教老师你会不会回来这本书，看题目大概主讲是谁，看题目预测如何。OK， 所以比如说文学一首是子侄，这七个字可以出几个题目，我是出了三个，因为文学一首是子侄这篇文章作者不断说也没什么好讲的，国学也没什么好讲的，我就根据题目出三个题，根据文学一首是子侄出三题。第一题，文学一首是子侄，根据题目判断这篇文章的主题大概在描写什么内容，文学吗？第二，文学一首是子侄，根据题目判断这篇文章对象是谁给写的，子侄吗？第三，根据文学一首是子侄题目的是，猜猜他为什么要用是，上对下关系吗？对不对？这题目就可以出三题。哎，因为国学作者也是好说的，所以我的暖身是这样。好，课前三天丢资料。今天要上课了，同学，今天我们要上课了，上课什么？大明湖。来，课本盖起来，我们要先前测，前测是考自行自行，待会下午的实作我会给大家知道。前测五分钟结束了，现在要暖身题了，课本盖起来，暖身题，请回答我这些题目，每一个一张，不要看别人的，自己写。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我在告诉你我在什么时候用，对不对？好。各位，五分钟把这题题目写下来，来写下来。第一题，内容是什么小说？笔法笔墨什么小说？写作主题属于什么小说？主角老残其实就是谁？郭老师，你告诉我，我的学生要在什么样基础条件下才会回答的是你？回家怎样？他有看过那些我给的资料。好了，他可以不看，没关系，可以不看啊，因为预习对来说都算是铁的呀。我没办法，我没办法假设我学生都会预习啊。我只能假设我学生都不会预习的，那还是正常的，会预习不是正常的。对啊，以我学生来讲，回家不会预习是正常的，会预习是捡到的，对不对？好，但是如果捡到的宝藏要怎样？要给他回馈啊。所以 A 呢，如果答对了三题，一题十点，就答对三十，答对三题加三点，对不对？一十点对哦。那 B 他答对一题加点，四十点。所以第一咖如果回家之后随便翻一下回答一题，就会直接断点四十点，好，他绑在一起了。好的，基础题，同学啊，老师，检测暖身结束了，小组开始共读，小组共读完。
未来这个技术，你是为了引导国学生画什么？还是好的，所以那就根据我们结构所设计的题目哈、哦。来，我们看一下题目大明图，你看脉络，然后呢，表格或图像，什么主题作为描写重点 ？OK， 我们来看一下条条前有心上课的话。
如果是很重要，一定要讲为什么会在本地会考虑，对不对？所以我在后面就会把这个设计进来，会把它设计进来。所以他是 I feel OK， 看一下题目哦。课堂这里文章描写什么主题？感官描写的技巧。风景里的那个最喜欢的为什么？感受一下作者留后的写作特色。这整理这对联的规则。视觉描写听觉的手法，并尝试模仿造句。好，这是我的挑战题，怪大明文来，各位老师，请问一下，你有没有遇到困难？这几题五题，你心里马上在乱哦，那我要花几分钟完成这几题啊？搞不好三节都不完哎，那不是进入整个大体类吗？我也知道啊，所以你看我红色后标什么？课堂自学，也就是这两题。回家自学这四题课堂讨论好，所以各位归纳一下我的自学跟课堂的抉择点在哪里？什么一定是课堂解决？什么会让他自学？会考的代理课堂。好，说得好，再说比较难。标准答案。比较有标准答案，相对题目就是比较难哦。封闭。比较封闭代表。话就是考试怎样？对考，这样理解我意思吗？所以你要不要让学生知道对联的规则啊？要啊，你也知道，所以你课堂要不要考虑一下，然后把对联规则，仄起、平收、字数相同、词数词性相同，你至少让学生知道这些规则，这样考试就有交代嘛。考官有啊，老师要讲，我要讨论哦，没问题嘛。如果你把这个最喜欢的放在课堂上，一一讨论，你们班上四十个人就要讲四十个最喜欢的，你讲不完。然后回家怎样去 appeal 写在怎样周围。好，这是我下页的挑战题，一环的感受。哪个修辞法关键词跟那个词性字词的来跟我们看一下，十二到十七哪一题我必定课堂一定会解决。十二到十七，十七为什么十七？因为解决修辞啊，这些论语的把动词必考啊，是不是？所以我立刻要说解决这一题啊。那其他的话就跳两题，上课怎样讨论，激发一下大家的怎样想象力，互相做参考。其他就回家怎样自己来啊，是不是 ？FBSE FBO 学生一年级的作品。好，来，张师傅把复习一下。来看一下，文帝故曰：“此人轻轻无马，无马赖由何？令他马，故外伤我乎而轻未乃当之罚金。”体位是说，赶快怎样？双手一举说：“体位，天下之平也。”好，体位罚者，罚者所以天下都共也。今法如此，何更重之？治法不是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必诛之则已。今既下体位天下之平也。一清而天下，用法皆为行政，民安所着其手足，为陛下察之啊。我那是因为我了，所以我变得怎样有情感的。学生不了，他怎么会有情感？让学生能够练出情感，代表他必须要了。你懂我意思吗？他如果要练得有情感、有起伏，代表他了，他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就要让学生来练一下，就是我说的。张师傅现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从头到尾都是一样表情，一个是一个语气吗？如果是，是什么样子的语气跟表情？如果不是，那又有哪些表情的语气的变化？我从你的语气跟表情看到这，我可以知道张师傅在说道理的时候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在说服皇帝的，所以我给你两分钟，互相练习一下。念通顺，你看我念的这么念，最好是把它背下来。两分钟开始，语气表情练习一下，彼此练习一下。好，你看哦，教的开始就开始了，没有人置身事外吧？A 他叫 B 他，
这个男生的表情，他是皇帝哦，哈，马上杀四只，马上杀四只。Come on.
好，我们的英语夏令营跟一般不太一样，我们设计过的早上两个小时全英课程，是把学校对我们学校如果我们的英语不是水准之上筛选过的报名参加的是全校都参加的，全校都要的。OK， 两个小时英语课程按程度分组，接下来一个小时英语话剧怎样产出剧本对话？下午我们学生变成老师去教这些外国老师什么陶艺、美术、国乐，我们学校有个怎样特色嘛？吼，然后最后一个小时怎样户外的运动时间去打球？最后一天的英语话剧是全校都要演哦，不是？哎，你没演，你演你没有，全校学生都要上去，三句台词还是要上去说的，全校都要，所以学生对于口说这件事情习惯了。就是全校所酝酿出来的氛围。好了，这边呢，今年呢，2015啊，这上礼拜如果有人看到报纸，应该觉得很好奇，发生什么事？怎么会这样？跟各位分享一下，各位男性的伙伴们，跟各位同学。
三种成长嘛，人的年龄会成长，但是品格跟知识也会随着成长，都知道。所以第二课是比较年龄、品格跟知识怎样成长的比较。我设计一个题目，用表格呈现。OK， 第三段是年龄的流逝跟学识的流逝，做了一个表格比较。结果这一组呢，他把原本应该是放在第三段的表格放在第二段，然后把第二段的表格放在第三段，大家了解意思吗？所以我要先报告。他们一报告完之后，我第二个问题就是，各位观察一下他们的那两个表格有什么问题？大家看，有人缺失语，有人怎样？不是很确定，我说没关系，第下一组会告诉你哪里有问题。下一组就怎样？哇！我说，哎，你发现他们两组的表格怎样？是放颠倒的，谁对？这一组对，为什么？因为这样，他就在解说他这一组在解说前面的一组。你懂我意思吗？我让后一组不断的在补充前一组，一直到第三组是怎样？最完整的，因为第三组很神哦。前面两组都是按照段落分一二三四四的结构哦，第三组是分两个结构，因为他把一四段放在一起，因为他说一四前后呼应，所以在一起。然后二三呢，怎样举例说明，所以放一起。哎 ，C D 卡哎，他把一四放在一起叫做互相呼应，把二三放在一起叫做举例说明。所以你看到我报告顺序是。这个有残缺，这个补充，创意且完整。你发现吗？我的顺序是这样的，所以老师你指定顺序要有技巧，要不然我们怎么办呢？第一段就第一个就最好的，然后就每况愈下，每况愈下。要不然怎样更差一点怎样？这一组可能还不错，这一组怎样好一点？第三组怎样又掉下来？我是不断重复那些重复的话，一直在说，一直在说。报告到后来听到都腻了，所以每一组都有新奇的东西，每一组都有东西补充下一组，那这样的报告数据、口说报告数据才会怎样紧凑、打中怎样要点、精彩，好不好 ？P2P 属于大致相同 ，P1P 是大致相同。我要讲 P3， 就像我昨天我班上有三组共学其他自学一样，那三组共学一定要学成，一定要报告。因为他们还在巩固他们怎样把事业部分，对不对？但自学呢？自学我的抽签，所以我就抽了三个，哇，那个随便抽怎样精彩啊！昨天这位女生抽出来讲是精彩的，这是一个刚刚开的，我再把它放你向上啊。P4 来了，进入第四个阶段，如果全班都 P4， 我们班学生24个，如果24个全部都 P， 全部都自学，难道要24个都上来报告吗？我的模式这样，跟各位参考一下。前三个抽签发表，所以喽，来，我都发表了。抽签第一个，小明上来说，小明就上来说了。小明有没有完整的3到5分钟完整报告？来 ，C 来 B 的报告。报告完之后，他抽下一个，抽到，哎，小华上来了。小华上来讲，又是3到5分钟完整报告。讲完之后，再抽下一个，小呆上来了，小呆上来讲，3到5分钟讲完，各位，已经三个人对不对？接下来剩下同学做三件事。第一件事，你可以举手说：“老师，我要跟你，我要报告，我跟前面的谁在哪个地方不太一样。”第一个讲自己跟前面谁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就好。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还可以说：“老师，我对于他刚刚报告的某个地方，我要补充说明。”可以补充说明。第三，老师，我对他刚刚报告的地方有点问题，我想怎样？提出我的问题，所以你看可以补充说明，可以评论，可以提问题。所以接下来有21个人都可以做这件事，而不是在从头到尾怎样再报告一次。你看一篇文章24个人报告，报告到烂掉为止。所以我的操作模式是这样：我的实务经验，30到40分钟会全部报告完 ，before， 而且是3个完整报告，其他都在补充、评论、在讨论。你说学生怎么可能会跟你评论、跟你讨论？别忘记 P4 2年多了，我的学生现在我班上我刚说了，我 P 我现在学生有国一、国二，对不对？我国一的学生现在是 P2， 我国二的学生现在 P3， 然后呢 ，AP 他抽你的，我期待他在5月份可以全班进入 P4，
所以代表是两年就要 BO OK。 去年我毕业的国三学生是要国三上，国三上才进入 BO， 比较慢，差了两三个月、三四个月，今年比较快 OK。 我希望能够在两年之内到达 BO， 原因是因为我要给各位国小老师当参考，也就是只要你大一的年段应该给到 BO， 这样了解为止吗？你不用跨年段，所以是用今年补在两年。因为我过去对我来讲，我读三年啊，我读三年的话，我觉得我慢慢来无所谓啊。可是呢，当我到很多国小学跟老师讲说，老师，你这个问题是，如果你要跨三年，我三四教完丢给五，那衔接上会有问题啊。所以我才会想办法让我的设计让学生更有方法，可以更快、更有机会是在两年到达一个。那我时间证明，今年的国二学生告诉我可以。那没关系，你的学生起点总比我高一点嘛，是不是？所以两年可以，啊。就我刚刚讲了，就刚刚讲，可以参考一下 ，OK。这边我也讲了，发表叙述。来，看这个，继承天地有看过吗？东坡，对不对？其中这两句，停下积水沟明。水中长杏鞘，盖出我一片，对不对？庭院一片澄澈透明，原来是月色如水。水中的那些焦作水草，原来是祖国的怎样大人。各位老师，如果你跟我一样教国教了17年，你应该知道，从民国38年我们政府撤回来台，我们使用的国立殡仪馆一直到现在，康宣汉语跟怎样南一。所有的文章选的这篇文章，在课后的赏析都会补充一句，就是这一段在写什么？第一段叙事，对不对？第二段写什么？第三段呢？书写，是吧？所有的课后赏析都像这样讲，是吗？但是我觉得告诉你，不止这样。第二段在抒发苏东坡的心情，真的吗？你讲。所以，有没有想第一场革命？但是。
各位老师，我们一起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考我们教的，我们教的，我们负责，这是我们的道理。音乐家鲁宾斯坦跟乔丹两个人举例说明苦练有什么差别，作者举这两个例子来说明说理的用意为何。音乐家有天分，乔丹没天分，但是都要苦练才能成功。看这题，根据第四题，一个人是不是可以被称为人物，跟默默有关系吗？为什么？有关系，因为默默不为人知，更可以证明说明工作的忠实度。如果是默默不为人知，这不就和孔子说的“人不知而不愠”一样吗？因为我刚说过了，32题选择题，40个填充加上7题，连题7题，分别是8题，手写开放，手写题。32题选择题里面，3题到4题考字音字形字义的选择，其他28题都是不易理解。40个填充针对国学、句型、文法、修辞做代号填空，通常是给代号。然后最后7题的手写题是根据每一个平均分配出一题，最核心需要学生完全理解的手写题，他要手写。当然，老师命题之前要对话，根据给分的标准定出怎样共识，然后两方交换评分之后给出怎样一致的分数，然后跟学生说明分数为什么是这样得分。本来就要共背、共同命题、共同审题、共同评分，本来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是我。哎，各位哦，家长来不理。哦，你在第二班老师班主管在写那边主任在那里管，我们一起考我们教的啊，我们教的我们一起读，所以共背才会教一样，对不对？是这样子的，所以就这样，看到从课文的开头就告诉鲁宾斯坦是一个天生音乐家。那他从小就是一个音乐神童，如果但是他呢是苦练充实自己。Jordan 的处境就和鲁宾斯坦不一样的。Jordan 他虽然对篮球有兴趣，但是 Jordan 他没有天分，所以他一直努力苦练，使得自己能够变强。作者举这两个例子告诉读者，有天分没天分，但他们都应该要苦练。那我抓出题目，抓出文章最核心的事情啊，是不是？这不是乱写的。孔子认为学习的态度很重要，因为第一则、第二则都有强调为学的态度。我也觉得学习的态度对了，方向才会是怎样正确的。说道理，一年级评分三标准，我们学生都清楚：一，让老师知道你有读书。二，让老师知道你有上课。三，让老师知道你有想法。三个评分标准，你怎么样在手写题让老师知道这三件事？对，一，让老师知道你有读书，所以引用原文。二，引用课前阅读资料，老师我就会知道你有读书。二，怎么样老师知道你有上课？引用老师说的话，引用同学的意见，我就知道你有上课。第三，怎么样老师知道你有想法，有自己的主张，并且有逻辑，我就知道你有想法，而不是乱来的。所以看到二年级就更贯彻了。二年级根据继承跟易游这篇文章，苏东坡认为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贤人，说一说理由并支持你的看法。清闲的人常常有一颗懂得放下的心，不管舆论，能够在这样的心情或感受清闲的时候，能够去发现别人所没有发现的美景。哎，这个精彩在这里，请扮演老师的角色，以图像或线条为国三考生介绍四大句型的解题策略，找出主词、动词、be动词，
have has， 还有怎样 am， 然后呢形容词就怎样表态句，画出表格。这个学生酷咯。放下过去，心无杂念，才是真正的贤人。文中的淡少闲人如两个，他有告诉你说读书，对不对？好，表示能够怎样放下那些与张欢迎同样沦落天涯的心情去欣赏景色，不在乎别人眼光，放下才能怎样感受到。这个学生哭了。清闲之人必有清闲之处，拥有一颗心，一颗清闲的心，不慌不忙，无忧无虑，所有事都放下，就能将平常的景色化为不平常的美景。自己所拥有的那些憔悴全都不管了，自己在意的那些情愁都不在意了。明月几时有，不如整装去饮作小酒。心闲人则闲，心不闲人就忙。让自己作为清闲之人，不问世事，不畏功名，不再庸碌，清闲一辈子，悠闲的欣赏明月，岂不美哉？那就我个人意见。张师傅说：“法者，天子所以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更重之是法不幸于民也。”为什么张师傅要这里强调法不幸于民的重要性？如果法律或轻或重，法律不公，届时人民起来反抗，国家灭亡，形势大乱，群雄并起，又是生民百姓苦难，岂痛哉？因为官逼民反，古今皆然，就是？苏东坡与张邦彦的交情如何？举例或推论说明，非常好。因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苏东坡想众乐乐，第一个想到就是张，就樊于兄。如非一般交情，怎会找他一人？同样贬官，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朋友数千，不如知己一人啊！就我们考，我们教的，我们教的。各位，翻转一定要有效，活化一定要有效。如果没有经过验证有效，你也不用去在乎有效的话，那就很可能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繁花落尽，只剩下满天飞灰尘。各位，有效必须通过翻转，否则就可能只是一个分数，不是能力。好，我们有话坦白说。上半段是送给国家老师参考的，你一定要记得扣减基本能力，一定要记得去验证有没有效，去作为你教学改进跟学生学习的补救，一定要做，要不然真的就是很热闹、很炫目，又每个人都在口说，每个人都在跟组，每个人都在举手称赞，但真的学到了吗？下面这段段是送给中学老师的，不要为了害怕到底时间够不够、进度够不够，就放弃了活化，只求怎样有效，那就是分数不是能力。翻转有效需要是时间跟专业，有效必须翻转需要是勇气跟信念。上面一句讲的是老师们勇气跟专业，你才有能力去做更精准的教学。下面讲的是，老师们要更有勇气，再差也不用现在这个时候差，我们就是努力的勇敢往前走向前。你往前步，你越往前步，就越接近自己尊严的步。西君，第三次吧，后夜。花园的系统悖论，这种考卷能考十八分？各位啊，西君哎，他一段考二十分，他事实上你知道，第一次考二十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是用什么？用标的，用猜的，他那时候没有地方乱猜的。而这个十八分可是扎扎实实十八分啊，手写填充什么的，西君啊。
是不是？去年毕业的国三学生，35%拿到 A， 全班都在100%以上的 B， 写作是100%以上的事情。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量化在这里，那一定有效。好。学生的模拟考作文，国三学生，他说：“我热爱旅行，无论是城市的喧嚣，或是山林的鸟鸣间，都有我的足迹。但无论是都市繁华，还是山野乡情，都比不上那一次午后细雨的旅行。那天春雨绵绵，我坐在老藤椅上，烦躁地看着。”窗上雨滴滑落痕迹，仿佛反映着因为下雨无法出门而沮丧的人。我只能无奈地坐在藤椅上，看着周围这个我住了13年却没有仔细观察过的家。老旧的铁门上排列着歪七扭八的姓名贴，我忽然不时一笑，想起那时候孩童时以为姓名贴贴上去就是属于我自己的，就把家里贴的到处都是。我忽然怀念起来，顺着姓名贴移动视线，墙上想起孩童时与手足间比赛身高所画的一线，继续看下去，橡皮筋与竹块做的套圈圈正乖巧躺在椅子下。我忽然怀念了起来，这个我住了13年的家，原来有着这么多熟悉却又陌生的风景。过去那些怀念的记忆一点一滴的都回来了，我的心如雨过天晴的天空，明朗而清楚。那天我在回忆中旅行，万里无云。模拟考45分钟写作测验，时间分数压力之下，他去传达出一张文章。各位，有没有架构和安排过的？第二，有没有去抒发情感，表达自己的想法？有 ，I see， 架构 ，I feel， 情感。重要是没有涂抹，他没有涂抹，是一笔即就。所以6级是我给的，后来觉得他就给他带了2个字叫极品，写太好。他在会考拿到了 A++ 国文，他的写作是5级，但我一点不在乎是不是6级或5级，因为对我来讲，我的学生经过3年的 math， 经过我们的国文教学，能够完整精准的表达出感受，就是我们教导孩子阅读的文学最大的。成就感，完整、精准表达说法，这是我们需要做到的事情。好，下课我们下午1点呢，我到这边来，但是我要安排一下公司。我的意图大概是需要，因为如果我在这边实做的话，后面老师会怎样？太远了，所以我们就抓中间来做实做。各位老师，不要吃到白头黄光了，不要太大，非常好玩的。我们就是来花费你们的第一张新鲜费用，所以这边好像比较干，好吧？一桌啊，这样1、2、3、4、5、6，6桌，这6桌来玩10桌，1桌坐4个人就好。好，所以自己选出4个人，并且决定 A、B、C、D 摊。下午中午吃饭的时候，如果在聊天自己有空，请各位翻阅一下后面的什么文章，分别有张氏之子法跟怎样，跟差不多先生传，各位就翻阅一下，阅读一下，这里有1、2、3、4、5、6、7，我都多翻过。好，那就。就是六关哈，我们都在玩哈。然后老师们，如果你想看的时候，可以怎样站起来到旁边啊，观察一下。
每个老师的见过面都会有怎样？老师，待会发个 B， 待会发给大家 A 做怎样白纸，因为大家可以一起画。我问你问题，你可以自己回答，然后把它画出来，然后我们就来玩这样子，好不好？下午一起玩，谢谢啊。